么日子呢？今天是来 IKEA 的日子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，哎，你给他拍一张。不，哇，我们的好伙伴，莎莎好伙伴，我也想买一只莎莎。好，放进购物车。Let's go， 莎莎。Go， 莎莎。蒙娜丽莎的画蛋糕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潘周丹。两个刷屏的火象女子，究竟会不会冲动购物呢？虽然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我们都很感兴趣，但最后我们已经买了这么小袋。其实这一趟我们只是为了买一颗灯泡，但还是要逛街的吧。